咱讲台湾失去的非常的多啦，哦，安尼，咱讲台湾到这边啦，上大的问题，一经济一方面呢，那你讲财政纪律啦，这是可比呢上个重视的啦。讲财政纪律拢无呀，咱即卖已经，伫即个前瞻预算八千四百亿，伫即个国民内政的防疫呢八千四百亿，然后拢总又阁有一个军港，一条，干那这三条都两条七千亿左右，咱国家那负担袂起，所以财政纪律啦拢无遵守，这是呢。可比也上个重视的一点哦。那么我现在讲，咱这个可比，伊是哦，我真牛有影。啊，但是呢，我讲阮这个好友谊啊，嘛非常牛呢。可比前几日坐在头我讲讲，哎，院长啊，安尼好友谊哦，伫正大甲台大两场演讲啊。哎，那就是哦，真无成功。我讲调来阵有影安尼啦。我讲是六月代志啦。啊，即卖呢，我讲好友谊啊，伊是嘉义中学毕业，嘉义中学是中部上好学校之一。中学毕业了，考入去警察大学，读个博士，搁再呢，一直做个到警政署长。搁做警察大学个校长，我讲吼，头下迄两场讲了无有影，啊伊呢对国家政策，那个是要一张白纸，讲即卖呢已经伊是一张白纸，和柯志恩因负责遮个所谓国民党个智库管理国家个政策，一人一人伊出来互伊，伊拢吸收消化。然后呢，拢会当发挥，所以一人一人一直在添落，即马规定白纸拢添个要满啊，所以伊呢有够侪能力，啊，通来处理国情。我伫安尼在讲讲个呢，可比也无话讲，伊也无话讲，所以咱大家相信，茫互人讲，迄两场诶，即个哦问答引起大家诶哦对无了解。啊！即卖大家重新了解，伊实在是就是想，佮优质、性情稳定，伊呢，即能力真强，啊！伊呢有贯彻伊个理想，而且呢好选人，将来伊来换即个台湾啦、啊，相信各方面拢会当得到非常圆满的效果，和台湾的吼袂搁再哦来产生种种哦佮大量。的问题，世界的问题，啊，我哦嘛会当提供足济意见给伊。最后，我干那要讲一句，咱千万唔忙，日下个两岸个战争来，两岸个战争哦，咱要走无路呢。啊，咱有钱个哦，先走下呢。这两年，干那咱要有钱个人，钱有喺新加坡、喺日本、喺美国个，管偌济。遐囡仔吼，拢差不多也刷刷出去啊啦，将来免因来做兵啦。啊，即摆政府呢，都是要报人民，结果啊，伊要去安怎、嗯？四个月的兵期，应当做一年。然后讲，这个义务役啊，讲将来唔免上第一线，即款拢骗人个啦，即款拢骗人。咱千万吼，一定都要相信。那么，唯有国民党来执政，一切拢会非常圆满顺遂，和咱台湾重新恢复一个繁荣发展，啊，国家安全、两岸安定，而且的国土。好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现在蓝白看起来有点僵，有吗？你觉得刚刚有觉得有没有？机会化解，或是刚刚跟这个希望了、啊，希望，那、结婚还会幸福吗？这个强摘的水果、啊、不会甜了、啊，勉强给它凑在一起的婚姻呢、啊，
不会幸福嘛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蓝白一定要合了。但是啊，做国民党现在不是家大业大，那做弟弟的哈，不能予取予求了。国民党这个老大哥哈，在政党里面呢，还是国民党还是老百姓，我们全国还是认为国民党还是比较可靠的政党嘛哈，所以我们希望说蓝白能够继续整合成功，65%希望政党轮替嘛，所以我希望柯主席啊能够这个像王院长讲的了哈，设身处地，大家互相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角色来为对方设想。因为他最近有讲一些情绪性的发言，好像让这个蓝营的基层比较觉得不太开心。对的，你看国民党一个百年大党嘛，侯友宜到现在没有口出一个情绪化的话嘛，哈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，哈，大家不要讲情绪化了。我觉得了哈，这个政党轮替是全民的公最大的公约数嘛，所以我希望像侯市长比较不善于口才，柯主席是口若悬河，但是希望讲过今天讲的话，明天要记住了。因为其实柯主席他一直在强调说，其实他已经有妥协了。那、但是就是要用这个全民调，听起来是只要是国民党用全民调，那看起来好像很多人说会有这个解放。我的看法了哈，用什么方式都不重要了。互换一个王院长讲的，互换一个角色，大家设身处地去想，才能够为台湾2300万人。寻求一个共识。那侯市长说明天如果就是没有蓝白合的话，那就兄弟等三各自努力，你会认同吗？就是说那接下来就转为作战萨卡都的作战。这个我就像我昨天在媒体上讲的呢，强摘的水果不会甜，勉强求来的婚姻不会幸福了，那就各自努力。但是我强调一点，大家还是不到最后关头我们不放弃。最后关头大概是什么时候？那就看看这个柯文哲怎么讲嘛。所以刚才说是他之前说是要到这个20号，那是太晚了、要不要？不必了，有诚意的话展现一句话，就是今天就可以讲了啦。好吧。他刚刚有说就是今天讲的话明天不要忘记，所以是柯文哲反反复复。我没有这样讲，我说我们侯市长讲话是四平八稳，但是我希望说很多人的政治人物讲话，今天讲的话一定要记住，不要今天讲的话明天都忘记了。谢谢你害我你很清醒啊。